金马奖即将要登场了，今年的金马奖呢依旧是大咖云集，除了有电影界巨星出席，就连歌神张学友也点头答应要担任金马奖的演唱嘉宾。张学友隔了15年再度登上了金马奖典礼现场，主办单位透露，张学友将会献唱即将在年底发行的专辑新歌。算一算，距离上一次张学友参加金马奖已经有15年了，当时他以电影《笑傲江湖》入围了，并且拿下最佳男配角奖。这一次张学友是以表演嘉宾的身份登台，想必会替典礼增添不少看头。